人生，听得懂吗？我把你们带出来了，所以我保证你们一定可以在这个比赛里面拿出很好的成绩。可是脚长在你的身上，我能控制的是你的脑袋，可是脚在你的身上，你要怎么踢是看你自己。你要很认真的、拼命的、100%的把这场比赛踢完，就算输了或是赢了，都那又怎么样？那可是今天你是完全就是哦放轻松、随便踢啊，一脚两脚乱踢这样。那今天这个比赛你不会有任何的感觉。可是今天你是很专心的、很认真的投入在这场比赛上面的话，你会很在意这个输赢。我也希望你们去在意这个东西。为什么？比赛就跟人生一样，他没有回头路了。今天比完就结束了，输了就输了，赢了就是赢了。那你们想输还是想赢？想赢。那就看你们自己，知道吗？嗯。来，韩森。我不要我今天想要一个，我要一个神神的武器。明天，那个是五个先上去吧，动一动，地跳一跳，动一动。动一动，给你拿一个球传球，这个给你。那个站位先把它站好，之后练一下传球。回来，快点，往位置站好，先练一下。对，先从手边开始传，之后每个位置先做一次。倒一下，传一下。球传好，专心一点。来四个，两人一颗球，坐旁边先做基本动作。原地的这样立着拿球，在那边这样子拿球，拿着，原地的踏两步传内侧，右脚 ，OK， 来开始。内侧脚背。那个金凯，球给我，差不多。来，那个齐恩，你们这里帮我把这里所有的球先集中过来这里，不然我们家怕掉进去。把它集中在那个椅子底下。对，把齐恩把所有的球集中在椅子底下。好，来，可以过来了，来吧，不要再踢了，差不多，来坐着，四个坐着，那个立成先去旁边动一动，是你第二个会第一个先啊，所以你先跑一跑，动一动，之后拉个筋之类的，不要让自己坐着冷掉，来坐着，来三个，几件事情我先讲一下，第一个，上场的话，把自己会做的事情拿出来做，知道吗？该过人就过人，该一对一就一对一，该传球就传球，防守的时候。最重要的就是防守，我不能让我自己的岗位被突破，知道吗？分工合作，拉开，后卫线往前推一点，后卫线往前推，往前推，海杰留在原地哦，中间有没有可以给？还在前面。你的进来哪里有？哪里可以？好球！快来，杰，压迫！你想要补啊？走一对一！防守，退！Go！从东上来了。压迫，背向压，对，背向压。好球，进凯，那个侧向跟背向要先压。交叉的要做，雷明跟那个凯乐 ，Go！ 哪里是空间？早一点，雷鸣。好球。再来，亚波，后面要退。一脚。队友在哪？
好，可以进来，进来，那个是可以的，只是他没有先到位，所以提醒他一下，知道 ？OK， 好球，收进去，收进去，收进去。绿闪在后面一点，绿闪，对，绿闪要先推，绿闪，一脚两脚快一点，绿闪推人右脚右，正凯乐，中间很紧的时候叫我们拉开，远的，伸远的，让他们去跑，不用放脚底。进凯可以，进凯可以，人民深一点，进凯。进来的，进来进去一点，进去一点，进去一点，对。开直线，直线可不可以？中间撞墙可不可以？雷鸣，你都在敌人前面接球，再来雷鸣。前队，拿好拿好，不急，找队友撞墙，裁判犯规，一脚，来，海杰你的海杰，鸭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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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安大脚黑。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。雷鸣，控制一下体力，太累了。再来，那个穿越球要看一下，不是一直站在敌人的旁边接球，看到敌人就赶快拉出来，空间就可以进去了。依安，不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前面一点。中间可不可以？转身中场，好球，再来 ，go go， 海杰，亚波信号，进凯看一下人，看人看球，对，看人看球。雷鸣早一点，撞墙为什么不上？王雷鸣，冷静一点，太急了，想要表现你自己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把头抬起来，对，好球，再来，可不可以上？好球，雷鸣，冷静一点。你可以做得很好的，深呼吸一下，你太急了，知道吗？对，没错，我要你亢奋，亢奋，非常的亢奋，对。可是我需要你冷静，整个人的身体是动起来的，可是我脑袋是非常的冷静，我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一脚的那个可以做做看啊。对对，那个凯乐中场那个位置要先占领好，中场的位置要先占领，都可以试试看。中间说说说说，打好了，摆上去了。对，好球，再来，不要乱出脚，含着叫。凯乐，好球。前二补，很好，绿闪叫薛浩飞先上，你可以先补。假跑又站原地了，又站在原地了。进来早点放，一脚球放，好球，给放错边了。进来放错边了，雷鸣那边穿越球可以放。不要再放脚底了，这不是文字，不要再放脚底了，放脚底我们都会把球控在原地，要把球控远一点，知道吗？这场地这么大，你觉得你跑步比较快还是带球跑步比较快？对啊，所以那把球拨出去去追他。
往前。进来要先推一点哦，进来要先往后延伸一点，冷媒往中间去。海杰去直线，冷媒补中间，绿城去中间。低一点，喊一下。绿城动一动，等一下换宣号。有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没有太多的个人动作，拿到球看到队友就传，之后再来。宣号有个问题就是你要帮我注意一个，要转正面，拿到球的时候边线拿到球的时候要转成正面，它都变成侧向了。对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裁判欢迎，进来，啊，爸爸，等一下，宣号来，宣号，去打左后卫，慢慢来一下，上，去沾一杆，来，宣号，喝水，没错，哎、欸。防守做得很不舒服吗？因为你刚被踢到，没有，就是他其实就是都是这里短的可以传吗？还是不行？那就长的。一传弄碎了，这不容易跑起来有脚，内侧这边就会痛。内侧就会痛，就是这边太酸了吧？应该是吧？还是鞋太紧？不是，中间中场不见了，找中场，拉开拉边拉边进凯，进凯拉边，中间。放了，再来，前上，还有，进凯，那个短传太多了，长的可以打。来看一下熊浩，你有发现你每次你在这边拿球的时候，你都变成这样，你都变这样子拿球。其实转过来你会看到这里很空，知道吗？拿到球的时候，对，我们要做战术，所以他会帮你挡。可是我们要先骗敌人，让他以为我们要往直线去。就是上面，那我先往这边拿，他封了我再抢给他。对，没错，知道吗？所以身体要转、欸、，OK。打出来点。那个全部说，说东哥立场掉，说，找一个草比较平的地方。东哥退哦，退哦。立场说进来。往外，往外，往外，往外！好，好球！进来不错哦，进来好球！拉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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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！对，这个台拉开，拉开，往前面跑，往前面！回来，回来，这回来，来不及叫再回来！对，好球，立成，拉开，拉边，这里，这里，进凯，进凯到这里，好球！看到吗，俊凯？你看你拉到边，你会有很多的优势。哥，立成早点。我们大一下没关系。长远，左右边呐、啊。陈耀先上。好，九一安。短传太多了，长传多一点。穿越球，放空间。谁先上？好球，雷鸣来一下。他还是要吗？对，那个穿越球不要再跑脚底的球了，就要放前面让你去追，去说中间，说，绿城，放轻松掉就好了。你的队友帮你补啊。够，亚波，嘿，上来。海杰，准备好，周海杰，球可能会来，是要准备一下。靖凯表现也不错，继续保持，很好，很好，带动一下队友的气势，队友带动一下队友，带动一下队友，带动一下队友，边，再来，中间，海杰准备，不要再晃神了，好球，一脚 ，OK。指点，穿越球，海杰，没错，接脚底是好的，可是你看一下后面，
这是空间，你要怎么样？再穿越球跑，亚波 ，Go， 第一点，到，靠近，不要让他的身体碰过来。两名，两名进，两名立场进去里面，进场进去，凯勒留，凯勒留后面，立场停，海泉进去，海泉进去，进去，凯勒缩中间补一下，好球，角球，海泉做角球的一，角球的第一个。对，单手的那个挡人的，挡人的怎么做？海杰三角形啊，也可以，可以也可以。海杰要专心一点，不要忘记要怎么做了，脑袋要乱一下，乱一下我们的战术。哎，先观察，观察。立成你的，那个啊，你们要注意一下那个动作。其实刚这个过来，他那个身位没有卡到的话，那我就直接把球踢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他是在冲刺的状况，我是50%的状况。那是谁一定会比较快？他会比较快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的话，我再去拉他，不是很危险？后面慢慢退啊！你的海杰，好啊，你来，给 keeper 就好了，给 keeper 就好了。大脚黑，大脚黑。第一点。再来 ，go， 好，那边标准。防守阵型。你的第一点，第一点给谁？那边来，裁判换人。李翔，前锋，对，前锋，右边。哎，冷静一点，你看那个边那个，你看那个吗？守门有没有出来？你看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在那边带球。那守门出来的话，可以做什么？他跳过他有没有？加油，有一次机会就会有第二次，所以要把握，知道吗？进来没关系，再来，再来。进来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不要被他影响了。缩中间，缩中间，缩，他掉太远了啦！先看人，看人，看球，看人，看球。上防守一来上，立场太软了。全号，全号准备了。立场来，裁判。左边，上，千浩，等一下啊，那个静凯，去喝个水，等一下都换你了。哎，上我，上我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这样知道吗？这个要拿出来 ，OK， 知道，你这样都敢跟我撞了，你不敢跟他撞，对不对？收中间，收中间，先看防守阵型啊，他们这样子的话就回来啊。他拉出来就往前掉啊！一脚雷克啊，对啊，一脚雷克。对，再看，中间准备接上墙，球给好。靖凯二杆有一只。靖凯，你要推二杆啊！有点没力了。那个雷鸣，不要换海杰，上来。这立成，不要换宣靖凯。
拿球，拿球，拿球，拿球！静凯来，海杰来，静凯跟海杰来。立案，没关系，再来。对，没关系，再来。绿转提醒，帮忙一下，没关系，不要气馁，还有机会啊，才刚开始而已。对，再来，再来，冷静一点，对，冷静一点。绿彩没关系，好球。对，防守，对，绿彩，对，第一点。林翔来，上去，上上上。林翔，我刚刚那个防守，你就冲出去吧，吐一脚就踢得到球了，然后看着他。中间大篮又被突破了，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。快快快！哎，我们的吧。雷鸣那个倒下去就犯规了。外面远的，来走走。亚轩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队友，给他带太多了啦。带带雷鸣了。在在有机会，哎，把握一下，我们看有机会可以得分的，加油，再来再来，海杰，加油！别摆那个脸，还没结束啊！找你们现在不想着会赢，我们就永远一定会输；找你们想着会赢，我们才会有机会，知道吗？去鼓励下面的，要鼓励一下上面的。海杰那边可不可以？海杰那边可不可以？改了吧，绿城去补后面，绿城补后面，绿城。打中了！行，好两个。再来，好射了，好射了。来吧，给你，给你跑进。再来，防守。再来，再来，好，再来。我们的直线，教练员对直线。防守上去一点，两个射中间就好。绿城去上前面进攻。再来低一点，还有再来，海乐，低调脚，对，认真点，继续继续继续，来过来快点，哎，要有点抗压性，什么意思？被进球被进球啊，那又怎样？他们可以在上半场进两颗，我们就可以在下半场进他们三颗。我们看有没有机会？我们有机会，有一点机，有被压着打，一点机会都没有吗？没有。那干嘛摆那个脸？输了吗？结束了吗？今天你们心里想的输了，就真的输了。所以今天你们有抱持那个不服输的心态，就算教练我今天就算被进了五六颗，我在球场上我就是要表现好我自己。什么意思？就算我今天输了，那我也要打出一场好球，让大家看到。听得懂吗？